有人说开去动物在直播吗？哎，我没有看新闻，我不知道到底是动物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警察告人在咧讥笑嘛，我嘛要吃偌紧偌慢，我嘛要吃到明仔载来，阮家来吃，有事吗？我就是故意要慢慢吃的，怎样？不爽吗？玲玲会去东湖菜吗？我去那边干嘛？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我那边也没有认识任何人，我去那边干嘛？我还譬如待在台湾呢，对吧？我去那边干嘛？叫我自己一个人去那边干嘛？去那边逛逛大街吗？逛夜市吗？我在台湾逛就好了。可以去东湖寨开播，拜托假扮市民哎，我去那边干嘛？我为了去那边开播，我还坐飞机哎，偷个坏掉哎，我那边坐飞机还要那点饭店的钱，偷个坏掉嘛，有事吗？他说东湖寨可以赚很多钱，啊你自己不会去赚哎。为何要我去？有事吗？家里没要去的，为何一直要叫我去？有人说去了就知道了，你自己不会去，这肯定是一定是中间一定是有问题。因为我妈都有在看新闻，有时候我要去洗手间，我就听感到。到底是在报是什么回事？我也没有注意在听。上面又有神经病的小心器官，又在说那个东湖菜。我是没有看新闻，我不知道啦。可能有看，如果我转电视看新闻，我就会知道了。一直在说那个东湖菜很红哦，东湖菜。